真的不知道怎样讲我的一些自身经历。Sammy 心灵慰藉，分享爱与感动，最好方法都是用音乐珍惜回味，创造神话。我的角色就是希望给到力量，给到希望一些正直挣扎的人。另类音乐歌颂信望爱。Move Live 2009郑秀文，12月25日圣诞夜9:30，100台 Now 香港台。